好，咁啊，繼續啊 ，IDE Production 另外一位設計師啊，就是上海的開開啊，開開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嘛，跟觀眾說個嗨。嗨。然後介紹一下你自己可以嗎？我是一个算资深玩家，玩到现在应该十几年了吧。哦，玩了十几年。各种各样的玩具都有接触。主要是玩什么哪个类型的玩具呢？我没有任何类型的。这是什么？什么都玩。对，什么都玩，什么都玩。厉害啊！这样子，花很多钱哦。对，是很多钱。好，说了那这不如介绍一下你的作品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叫卡米，算是按照我儿子的那个原型做的一个宝宝的样子，他的帽子是可以脱掉的。这个卡米其实就是你的儿子的发饰性的吧？对。那为什么他是穿着这个恐龙的衣服吗？因为他很顽皮吗？一开始穿的是那件的，就是蒂凡尼色的那个。对，他那个有一件睡衣跟那个很像。原来就是根据他的那个睡衣的形象去做嘛。对的。现在这次毁墙是哪个颜色呢？这一次的话是这个火龙果。哦，火龙果。所以现在已经跟这个水果去做一些crossover 了吧。对，然后这一只是这次为北京做的一个 one off。 哦，这个 one off 来的。是因为北京肯定跟龙有关嘛，对吧？大家都是中国人嘛，对吧？所以做了一只，然后我们会在群里面去抽选一下。所以不是接你抽，是之后才抽选。对的。今天这些是不是都差不多卖完了？对，差不多卖完了。差不多卖完了。对，今天就展示一下。主要是展示啊。对，这是下个月和下下个月出的新品。明白。所以这个之后也是做软胶了吗？这个是一个小灯，那个月亮跟星星是可以亮的。哦，这个是灯来的。对。哦，那这个好特别哦，我觉得这个不错哦。这个上面的那个可以拿下来，是当中有一个吸铁石。还有个磁铁石，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是月亮跟星星吗？还有玫瑰哦。之前因为我画过一幅手稿，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的，所以就按照那个手稿来制作的。明白。那另外这一只小的呢？小的是它有我们之前买的那个，卡米的那个头，直接加上一个连接键就可以跟 OB 十一的素体，一起可以变成一个可动的卡米。哦，明白。所以基本上就是睡衣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就是这个样，差不多了。厉害！哇，我看见你还是非常大的。大的话是我们想做就是比较精细化的一些涂装用的。你小的话可能有一些细节没法表达出来，所以大的话上面细节可以更多一点。明白。所以这三个就是你之后的计划吗？还有很多计划，暂时保密。暂时保密。好，有新计划的话一定要跟我们讲，我们帮你去宣传啊，做第一手的资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跟各位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